哇，大家我爱我较好，到时你即摆，你爱我较好无？啊，爱吼，咱上帝就是为咱活，活了我较好是不是？哦，因此咱就是活，就是生，就是活，就是生，吼。那是先来看咱咱先做个决心吼，是吧？咱上帝就是为，好咱咱活了我较好，好咱一年比一年好，好咱个家庭。一年比一年好，好啦，咱个人关系愈来愈好，好啦，个生命改变会愈来愈好，哦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上帝心意就是安尼款，上帝心意就是要好啦，人活得比较好。所以当一个人若是唔捌主的感情，伊就是活在你周遭内面，伊袂好，哦。就算有好物件在身顶，到我买这个物件，你慢慢离开。破坏伊，做兄弟姊妹，咱上帝每个人赚着有个好个。做兄弟姊妹，今日咱人要认了上帝，问问，今日边个人要认了上帝？因为上帝是咱个帮助，上帝是咱个帮助。咱人变做活个个好兄弟姊妹，除非上帝带领咱人，上帝帮助咱人，啊，无咱人物件是一管未过。一管未过，哦，所以上帝心是欲帮助咱人，带领咱人，予咱人有材料赚着伊产业啊，产业，予咱材料赚着伊祝福。但是即摆，咱个常常讲上帝欲祝福咱人，但是汝想到即个祝福啊，是欲协调的，是欲好好去管理的。哦，上帝若祝福汝累，汝欲好好去管理累。啊、哦！上帝若是祝福你家庭，你就要好好去管理你家庭。啊、哦！上帝若好好给你一个工作，你要去努力去做。上帝给你一个健康的身体，啊，你要好好去搞你身体，你要去管的。祝福是要去管，哦，不是可能要提。哦，咱来看圣经，Genesis 啊，创世纪头条第二十六章啊。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哈，不是给你在那边哈，可能安德安迪写的几种画面的，也比较多呢，也比较多的。创世纪头第二十六章，这边神讲，我那边教了我人的形象，按照我人的款来做人，予伊人管理海内面的鱼，这个空中的鸟哦，彼得一家哦，地上的这个动物，甲农庄的虫哦，上帝创造天地万物，一辈人做啥物件，就是管理，大家讲管理，啊，管理大部分社会来讲是啥物地位 ，manager 啊，就是管理哦。所以上帝是给他创造一个人呀，上帝伊是创造一个有能力管理啦。有能力管理伊职业，有能力管理伊产业的家己。我家己对家己对孙龙总是咩意思？哦，爱管理上帝的职业，爱管理上帝所创造每一样物件。哦，所以咱看到上帝创造人，人是一个领袖的领袖。哦，无管你爱做领袖，唔爱做领袖，总之上帝创造人的旨意是要管理，是一个领袖。哦，是清查，你是在你社会嗰一个部门做管理，你到厝内做啥物管理？安尼款，哦，每一个人是上帝所创造，上帝要予人有能力去管理。你话上帝安怎款？创世纪头条啊，第二条十八节，伊去甲人讲，耶和华讲，迄个人，迄个人一人大无好，我欲为伊做一个配偶，哦，就是欲为伊做一个查某来帮助伊。那上帝为咱管理伊祝福，伊予咱个祝福，予咱个产业，同时伊本创造一个杂货，哦，来到下手个杂货。所以上帝伊创造杂货，就是为咱人大波趁着帮助，哇，大波较厉害啊，大波较大粒是毋是？好，毋是哈，啊，啥物事大波需要杂货帮助个，因为大波，但是正是物件不是老做，哦，
哦，灵力有限哦，所以查甫就是帮助查甫，哦，也按无材料做物件，我爱考虑，啊，这个是上帝心意。所以看到上帝心意，就是要让人生啊，常常谈到帮助，哦，所以兄弟姊妹，你看这里。看这个baby 哈，这 baby 哈，我一直哭哭哭哭，做妈妈的都，他们都找回来，哎呀，看什么书，或者拎啦、抱伊啦、晒阳伊啦，是不是？好说，做妈妈好，做爸爸好，这地位啊，可是上帝为何这个 baby 随时也谈到帮助？好，等于腰啊，等于疼痛，等于看病，等于妈妈不是靠这里找回来，哦，去搞一点。所以上帝不但只要帮助咱人，伊会咱人常常的随时趁着帮助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人活在呢个世界，咱人是一个人过尔，上帝会咱人随时趁着帮助。哦，上帝是伊，唔是人会拉一个人。所以经常讲《传道书》第四章第九啊第十节，《传道书》啊，《传道书》第四章第九啊第十。这边讲到，努力人啊，比一个人都好，因为努力人白白骨力所做到的，赚到的物件，白白肯享受。但是一个人越多了，那个人啊，越崇拜，越富裕起来。但是一个人来讲，越多了，越惨了，无人会富裕起来，无人陪，所以一个人无好了，就出界了。所以上帝是跟人讲，一个人无好。不努力啦！努力人系讲话，越过努力过伊。哦，所以上帝心意总讲一句，就是伊为咱随时会趁着帮助，为咱随时会趁着帮助。特别是过呢个为咱嚟看，患难中随时会帮助。大家讲，是唔是？患难中随时会帮助。因为随时帮助咱，特别是在啲困难中，啊，这边讲个困难吼，兄弟姊妹，咱啊虽然是信主，咱啊本来都有困难的，本来都有无好事咁先，哦，但是上帝伊本来讲呢，伊是咱啊个困难中的帮助，随时帮助，唔是帮助，随时。反正你点结力点先，当你感觉愈感觉未了，先改了。哦，未苦未苦了，以后必上万国了，整种牛种啊！上帝随时要来帮助咱人，咱人的心不是安尼听咱人，所以常常讲一句话，哦，我人的心那是建立在你中国的万里长城的上面，啊，古巴我本身主要是一边起拜，一边起拜，一边垂心，一边垂心哦。但是，兄弟姊妹，咱人心的主过后，咱人就会看起目睭了，上帝就听咱耳朵了。咱无需要再去爱当垂心，无必要再去中国垂心，哦，所以咱上天的事袂咱啊，目睭是靠起来耳，佮听咱耳朵，伊个是袂咱随时通来帮助。你随时拄着问题，你随时来个主面头前，主随时佮帮助你。好，咱来看经文，诗篇啊，46篇，好。后十九到第三十，这边讲到神，大家咱来看啊，神是咱人的避难所，是咱人的力量，是咱人的在你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阿妹，阿弟姊妹，这边跟咱讲，苏佩跟咱讲，在你患难中，咱上帝要帮助。真济阿弟姊妹，真惊患难啊！哇，难得惨了。其实啊，当这个困难来到点时，困难来到点时，咱嘛都该知讲，虾米人是咱人真正的瓦库。所以咧，牧师常常讲一句话，哦，伊古班我传福音嘛，咱去牧师讲，你若是感觉有眼光啊，你洪水个咧旗鼓外，搭把就去旗，你吹，吹个你无肯吹啊，无路行咧，都变吹耶稣，不对啦，啊，耶稣是地位个无招个。啊！你拄着啲问题无走，呢、这个是徛到平，但系到对来，系帮助你。嗱，啊，牧师亦都讲到一个见证哦，讲到一个囡仔，叫到一个病，然后这个囡仔
一百个字的康照比较容易比较好一点，刚才讲零，哦，刚才讲零，那个这零字个比老板出来念做没有？一个月开销要5000块，你刚才讲这个零，我提高。你到有一支感谢，安怎讲啊？只剩尾包的牛奶，老板厝就打电话，甲伊个只甲只太太讲，无货了，哇，死了，讲无货了，无货了，就好啊。啊，伊嘛找牧师啊，牧师过了阿弥陀，牧师该去该去，都牧师讲我唔知怎个好啦，但是上帝知啊，上帝有你答案，啊，该白白去都。然后这个囡仔这个买一包，这个牛奶变了时，哇，规身躯健康耶，哇，有胃口食别项物件，好起啊，哇，佫真欢喜，哇，经历了耶稣，哇，佫看到耶稣本来生的钱，本来钱未只只救了人，本来老公不生的款的，佮过一番人中，佮再看到。原来耶稣甲自己挖苦，原来耶稣甲自己挖苦。你看是顶船啊，实实顶船，伊那是规日行在你实实条的江，伊完全就是，伊无可能会进入一个叫风雨天的海洋天的上帝，是不是？你若出大海，你知影哇，你拄到大风大海，这个大海淹时，你把你经历哇，原来上帝要行在大事下。叫这个风，叫这个海浪停。哦，所以兄弟姊妹，困难是叫咱人知影，他们人不是个人的挖苦。哦，咱来看，咱个上帝就是困难中随时的挖苦，啊，只类似是咱的挖苦兄弟姊妹，是不是？当时的亚洲，我无啦，亚洲啦，类似是咱挖苦。不是啊，不是以后我开啊，不是以后我开啊。啊，镭是镭不是咱的挖苦，但是镭却是咱的帮助，这是事实的啊。咱袂使讲镭无用的，镭，哦，袂使讲镭无用，镭有哪有用的？是不是？但是镭有有限的，伊是帮助咱人的，伊袂让你去苦，你苦，你都无理由起来。哦，这上帝袂让咱苦的，不是苦镭。镭是咱人的帮助，你惊不是你帮助，你摸不是你帮助，你打你骂不是你帮助，有一只样会离开世界无敌啊，伊未过打麻将啦。哦，所以兄弟姊妹，咱个上帝是咱，甲是咱人随时的帮助。咱来看，圣经个啥物？这边诗篇46篇头十个。第三十讲，神是咱人的避难所，是咱人的力量，是咱人在你困难中随时的帮助。所以地本改变，山的摇，但海浪会起来，但是咱人唔免惊。哦，甲你听啦，讲唔免惊。哦，唔免惊，上帝是咱人的避难所，是咱随时的挖苦。哦，我古板无是甲这英文的。因为我看到三个字，避难是无避难，哇，要想啊，哇，主要你问我拄到一关 ，OK， 都接好啊，哦，咪走咯，啊，什么是避难？什么是避难？避难是只二折的，是不是？哇，咪走咧，半暝三更要跳沙河，咪走咧看人类啊，啥物哇，迷糊迷糊啦，那是惊看病，那是暗看病要改啊，哇，改啊，只二折，啊，惨了。但是圣经跟人讲咩？嗰啲避上帝是咱避难所，随时的帮助，随时的挖苦。嗰啲你紧急的点声，就你无路行了，上帝要开路。啊，我有一个兄弟哈，啊，伊是细汉读册无讲正教，因为伊出事就是你看哩，伊学物件变啊较慢，但是这个人行骨力。真啊骨力，但是身体无稳定，要看病，吼、哦，读册看病，做工看病，看，但是很贵啊，哦，到尾大汉，过后搁一边读册，搁一边做工，然后找工很苦，虽然伊有文凭啊物，但是去找一个工真啊很苦的，伊是真主的，然后很贵啊，很
咁除了開教咧，哇，多謝你播經學雕做教。誒，依個啲學雕做嘅更是正簡單哦，但是都冇簡單喎。依更是咩咧？跪地冚地。啊，我學雕做教跪地冚地。啊，依更是負責，即係佢哋學雕嚟嚟啊，開啊開住地嘅話，行得順唔順啊？都是依家，但是有錢錢啦，有錢錢。伊无想要发生代志，发生了，就是佮你合定无定。哇！我看一类，大概你合定无定。哇！客什么讲不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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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头家都来催。我呢，反正你那是未做好，唔免做。哇！佮讲啊，啊我准备啊出啊哇，我变啦。耳朵啊，你又无路镜系耳朵啊？佢上嚟时啦，别人装无路镜唔肯撕啊，耳朵成耳朵成，哦，耳朵都系撕嘅，佢咩公司 ？OK， 耳朵，噗！哇，我顶啲哈利路亚！哇，神迹哦，我嚟啦，上帝，咩有冇咩？咩事？咩做左顶你嚟？吓都冇顶，咩跪地啦？咁啊，啊呢个是上帝。嗰啲堅堅金線啊，我話頭嘅錯咧，幾多名做咧啊？邊邊哇，都幾多善責不善？哦，嗰啲堅堅金線啊，上帝是攜落我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嗰啲邊啊講上帝咩攜落我咯？嗱，啲邊人說唔是是消極嘅，是是積極嘅。但上帝嘅嚟講，依時嗱啲邊人說，依時講依邊可能贏啦，依邊幫助啦嘛，個手企起來。哦，伊唔是为咗啦，啊为你走咯吼，为你想好想好想好，大大你上帝别人做一边堕落吼，上帝当上帝甲咱讲，伊是咱别人做，意思是讲，伊要互咱力量，互咱个刀徛起来，互咱个刀经历伊帮助，经历伊诶唔跌，互咱个刀徛起来，哦，所以上帝是咱别人做，所以当拄到问题，今日拢唔通整吹后吹了，上帝是你别人做，只一人去我吹死，但是。你无在内面随时，咱先注意，三位一体是大人啊。最近人讲，大你咱内面呢，比外口还大。所以你拄着问题啊，你唔通你外口撞啊。哼，上帝在你内面，你甲你讲话，教你要怎行，教你要怎行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上帝已经准备一个所在给咱，避难所。你随时拄着问题，你随时来到避难所，你随时有庇护。个事咧简单。哦，所以兄弟姊妹，拄着问题，咱咱来祈祷。真济人啊，拄着问题，了之后又想到一个，想到一个未晓受罪的人，倒落水啊！哎呀，大声一样，大声叫，你掠一个，掠一个看哦。哦，人的生命就是啊，希望哦，看到一位啊，是咩？哦，有安全感吼，有安全感吼，地位啊，名啊，哦，对这个物件，希望我掠到这个物件了。有安全感哦，人是安尼款的，哦，即个追求无唔对，但是咱人未使将伊当作是一个安全感，哦，你未了即个是咩话？累是好个，伊是累帮助，管是好个啦，啊，你唔通讲买，你无啊，我买管哩，啊，甚至你爱去参加即个选股王自治路啊，佮爱你那是。有拆掉哦，哎，兄弟姊妹算了哦 ，OK， 无问题，管是要紧的，管是要紧的，管有影是要紧，名有影要紧的，哦，但是这个物件是暂时的，伊唔是你请菜，我苦，伊是专门帮助的，所以咱唔通禁掉这个物件，唔通禁掉这个物件，哦，所以咱看到大咧进步，咱看到你，这边有三个四，头一个。上帝讲呢，伊是咱人嘅避难所；落来讲呢，伊是咱人嘅力量；第三个讲呢，伊是咱人困难中随时嘅帮助。所以弟兄们，唔是你有虾米，第一个重点吼，唔是你有虾米，是上帝是虾米，唔对。上帝是咱嘅力量，就算你无力量。无教咁要紧，要紧个是咱上帝是咩？
一时力量的力量，力量无力量咩？所以那边去平地啊，平地啊，哦，你来到那边，先是那个避难所，等你到了本地时，哦，第二件呢，不是你找到所在乡的时候，第二件是上帝是那避难所，一个是为我来海边留情，随时提到帮助，哦，即系俾大家讲呢，上帝是那嘅困难中随时嘅帮助，哦，可能你到了本地无能成。哦，你都除咗这一节帮助，上边有难得下出补，有啲，但是上帝是咱嘅帮助，有啲事啊，以前咧都睇到帮助咧，系咪？哦，咁下出向上帝啦。你嗱个人讲啲，都得唔肯惊？第一靠卡，第一有啲事我咩改变？哦，你看到四川大地震哦。边啊落嚟山，安尼喺地搭热摇咧，我哋山咧吸嘅，佢哋感动嘅人冇用，吹过一根柱，吹过一个头，山咧摇动，地我咧，我咧摇动，但是咧上帝嘅人讲咩，咱唔免惊，唔免惊，哦，唔免惊，上帝教导咱成成要紧物件。你係講，嗱，都要困難啲，有陣時啊，嗰啲困難就有啲苛難事，你咪驚，開到啲咩咁啊？咪尷尬，但係講尷尬，啊，即係定難啊，華語啊，希伯來書四章十六啊，十六節講，只管坦然無惧啦，冇驚，來到上帝誒，即係幫助者，咪聽到上帝恩惠，和上帝做咱隨時嘅幫助。就是都要考虑，跟住开到真唔免惊，甚至要放大也去你勇气哦，即系腾来扶住，如果提起你信心，加加的啊，来到上帝的帮助下，正为了要腾到上帝的恩惠，腾到上帝的帮助。哦，即系讲到施恩的帮助，上帝的帮助是有权柄的，有能力的，然后伊稳定。一出爱是无停的捞出来，无停的捞出啲生命，捞出啲家庭，无停。所以你来到这里，上帝帮助是真好紧。上帝是出爱是恩惠，但是来到哦，来到上帝帮助是你讲哦，你讲嚟啊。上帝爱你，你要原谅你，要传谅你，但是你来啊，但你无来咪讲啊，你都未来，哦，你刚刚来过，刚刚来过。唔免驚，哦！即係人講教你，哎呀，禮教，哎呀，我唔配啊，我是罪人啊，哎呀，我因啊上帝，即係物件，但是冇做教啊，哎呀，但是我拄着問題，我看上帝嗰時冇砌我咧，我祈禱嗰時了了處難啦，免插啦，唔是啊，上帝嘅人講你拄着問題啊，好拄着乜嘢好，都卡卡禮教神，伊會補助，伊咩啊，用恩惠啊。哦，来充满路，伊必用恩典来护路。咱就是不配，所以上帝叫咱特别来。哦，咱是配得来到上帝面头前，听到上帝之后，即系属于功劳啊。哦，咱做得成格，上帝会累，即是功劳嘛。哦，咱是尽罪人，咱来到面头前，上帝原谅咱，赦免咱，即是因为咱不配，上帝愿意来原谅咱。哦，有一个故事吼，伊啊，一个太太吼，伊为伊囝来求情，因为伊囝太死人。哦，伊讲啊，伊这个太太有祈祷，伫法官头前法官求汝啊怜悯啊赦免我这个囝啦，伊太死人。然后这个法官讲，伊不配，比囝太人啦，袂使。然后伊做埋这个太太讲，伊个是不配。呢、这個是不配，我今日叫下名，叫啲群聊嘛，是不是？呢、这個是不配嘛，哦，所以咪叫啲扮裝嘛，叫啲群聊嘅人扮啲遊樂鏡，嗰是一不配，一嗱配我咪叫咯，叫做咩？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嚟到上天，我正啱啲前途上面嘅，莫非就係上上而老啦咁樣？你講都不配，你話善終你翻嚟都冇好啦，都上天壞咗啦，都講翻啲前面嘅都冇。都冇做教嘅，啊，用邊度講？而家你講，講到你驚，講到你唔知搞咩，講到你聽到看到個書，定話等你冚嘢，
OK， 啊，講緊都，啊，我啲空講緊都地今集我尋升極都唔敢去，而家我估你哋難過。依不多尋升極都唔敢去啊！驚上極咩？我如果話聽你知咪望邊個是做得啱嘅話，嗱嗰個是無靈力，嗰個是需要上帝福，嗱加他禮教養正，禮教叫，嚇，你禮教方面。拉到拉到来个上帝，你播咗拉到谈到上帝恩惠，你那边上帝咩拉帮助啦啦，这边我做随时的帮助吼，他们是叫做做随时的帮助，上帝咩帮助拉咪，这边我讲随时的帮助，意思是讲，别个是刀，好多振作起来，好多起来起来，一个基督徒啊，他们是一无差就起来起来。佛多咧冇受嘅，因为伊冇礼教，上帝嘅宝座，吞上帝嘅恩惠，所以冇晒又夹起来。所以等下多个问题是咩？咩礼教上帝面头前，上帝恩惠充满啦啦，你哋而家都收灵力夹起来，我都再记落字咯。系大学生自己食嘅，哇！我都冤枉你啦，我都拖你，你哋都可能都系脑壳，都可以脑壳咧，自己食。啊！你可以你未都未解俾你，你可以攞貨啊，好攞貨好十貨，應該是呢個人多啲啊。啊，他還是乞丐，但是咱上帝唔是咁樣。你解求，你嚟解幫助了者，以恩惠慈愛充滿你，何如佢哋人樣行呢？何如信心起來？哦，何如榮耀伊？何如靈力起來？何如盼望？哦，所以上帝是當我去食。哦，佢哋何年何年何年時？伊袂啦啦来搞伊无造成，领受伊恩惠，互咱个心振作起来，哇！充满信心，充满喜乐，充满平安，这就是咱个上帝。哦，假如边个人讲上帝，叫你充满平安啊？哦，不是啊，上帝叫你充满平安。阿门。那所以啊，你今晚咱个来搞上帝无造成，咱阿咩做长命人，真有天。只一隻人冇做嘅，依嚟個上帝冇做證，你看到上帝，你個上帝唔看了，你個看到上帝，上帝唔看你，看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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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是嚟行走嘅，你看耶穌咧，你行走嘅，你將上帝愛上帝俾啊俾拋下先，你看了嘅，你冇嚟叫，要行走嘅，啊，嗰陣時就怕生啲啦，但係你做埋嗰個話，即係叫佢加步啦啦。哦，聖經講數篇就啱講咩？一百四十五篇就咩集？佢開乜事？叫告耶和華，誠心叫告伊，耶和華問我：我愛親近你嗎？我愛親近你嗎？即係講個誠心，誠心嘅叫伊啊！啊乜誠心？即係講個誠心，意思是講是不停，哦，继续的稳定性的持续性的依靠他，持续性的来求告，这边不能求告啊，是大声呼救上帝，主啊，你救我，主啊，你开路给我，哦，这是真要紧的弟兄们，咱来到上帝宝座，咱要大声求，主啊，开路给我。但是你基本出邊人啦，名都已經聽得過啫，咁樣都唔得嘛。OK， 嚟個上帝嘅面後正啦，特別唔一用舌 ，OK， 嚟叫佢個個師兄主啊，你敬嘅上帝嘅擔債，哦，嗱，看啲聖經嚟講喎，嗱，咱平平睇啲地圖，我可能地頭數篇啦，就幾篇，你自己地基就好。啊！咱白白看啊，第二三，我已经叫，我已经命，拢我的死，我力量的换招，我的避难所，拢我的死，都能正人，何必时时我无意，我以面头前千事注意，先是我的避难所。那这句话是啊，代表我大卫王写的。哦，一句话，伊唔是想讲咱很塌的，哦，咱是很塌的，上帝困你啊，都困你。
你读一句话是上激动，伊写一句话是我的拯救，我的荣耀拢在你心里位，我力量的帮助，我的避难所在你心里位，你人真人啊，要常常的挖苦你，在你面前清心吐意，心是个人避难所，有灵力的。你读一句话是写一篇字，这个经文是有灵力的。所以你怎么让来到面头前，上帝面头前是让多多声来宣告，等你开嘴宣告上帝话，你力量怎样来？哦，唱歌不是啥，敬拜主，你多多声唱，唱歌，上帝的意义透过我，阿赞美吼，阿教我青少年多真敬拜主，咱的一个兄弟发烧，咱无事。在你敬拜，你多个声跪了上帝，敬拜主宣告，奉献一作背出去。你感觉着，当我唱一句话这样子啊，哦，你钉痕的手头跪人，跪人作贴出去，跪人我无。你看到上帝，那看到上帝，说那开嘴才有经验，你知嘛？那读嘴话这样子啊，那个的好，还无声。多多想宣告，加加去读，多多想祈祷，这是怎样要紧的？哦，上帝为了咱用嘴来祷告，用嘴来祈祷的，哦，伊卖了咱啊，这是啥？这是啥？啊，我会记，我后面暑假你会请我一个牧师，我会记牧师，你牧师同你讲道，讲后面人要将生命奉献给上帝，哦，我行出来。啊！牧师我祈祷，哇！圣灵个充满我，啊，倒落去。然后佫妙计，我大面大大声个仰，大大声个嚎，哇！仰个人对着了，人对着大面大大声个仰，大面嚎啊，真个恐怖着啊！嚎到边个人看啊？哟，牧师啊，安怎人看你啦？发生甚物事啊？哦，发生大代志哦，有影大代志了。上帝的灵充满我，多多声感，多多深深感受到上帝的爱，上帝圣灵充满我。我中到一个坎站，我都爬起来跪了，甲主讲主啊，够了！够了啊！啊，你捌经历吗？你知吗？够了！多多声呼叫上帝主啊！哇！你讲哦，上帝灵力，伊心灵充满了，先了教了主啊，教了，哇！这上帝充满是大灵力嘞，充满个满出来，这里感动啊！三日三夜，我一日日被流目屎，炸气被吼，一日日被吼，哦，独心灵大灵力面的恩典哇！这上帝就是安尼赐来啊！我虽然信主啊，但是我只系渴望。圣灵充满，我一个人去，不能去交配，啊，为了让上帝灵充满，未了嘛，啊，这是安怎款？啊，我来到这交配，我上帝那是充满我到这交配，啊，所以我定我主安尼字啊，我要服侍，我要做传道人师，啊，啊，你字啊要惊咩？哦，上帝咪假，刚刚出落去啦，啊，刚刚服侍你惊咩？上帝是真啊是？哦，你都可以出我哋都一万哦，很多万嘅。OK， 将啲钱啊钱都免惊，出个了落去，分散落去，哦，呢是上帝是解。哦，西烂出个了，等个人大大甲上帝开随时先，同人讲咩？呢个我都充满。哦，四篇八十一篇地震。哦，即个我是上帝当时甲即个以色列人讲，我是鲁南嘅神耶和华。我叫你人出来埃及，你人要大大的开嘴，我就唱啊！加加的叫，大大声的叫，上帝要唱啊！唱啊！你满来，哦，你知我这个 baby 吗 ？baby 伊发大腰时，侬好啊！你若无人陪你开车，好我大声啊！我大声，啊，这是囡仔嘛 ，baby 个声。然后鸟吼，你知影鸟吼，小鸟吼，伊特地早起吼，去掠虫个饲鱼，
伊了咧谈，伊啵，是个惊，伊看，伊惊我一个嘴开较大，伊先吃，伊先开只。哎，嘴开细细，八个尾，可能很只，饲了伊啊。哦，你看一个鸟，伊慢慢滋味，哇，这个外惊，伊嘴开较大，是分只。所以嘴开大大诶，认真认真，认真认多只，慢慢大汉。哦，这是只趣味哦。所以咱来到村吼，就大大声叫，唔单止细声叫吼。咱看这圣经一个例子吼，这边是马可福音第十章47-48。伊听到拿撒勒人耶稣，他那是伊前面，前面的人听到耶这个拿撒勒人耶稣，佮大声耶稣，特别后面加说耶稣啊，可怜我。你讲边个人？我哎，点，未使讲嘛，不许作声。哇，边个人阻止？但是伊安怎圣经来讲？是讲这个前面的人啊，耶稣大声，特别后面加说啊，耶稣啊，可怜我，耶稣大声。你睇耶穌問乜嘢問伊？耶穌佢嚟教佢面頭地講：你陪我，陪我為汝做乜嘢？然後即係前面就講咩？主話俾看見，話俾看見。哇！即係前面多聲呼叫耶穌，多聲叫耶穌啊！可憐我！然後耶穌是神啊，一個神行到。一个青年面头前问：“你陪我为汝做啥？”上帝甲咱讲咩？你要做大个，你要服侍神嘛。咱个上帝是大神，但是啊，当咱个大声呼叫伊，感情伊写一个牧人，写一个工人啊，来到汝面头前问汝：“你陪我为汝做啥？”耶稣唔是。耶稣唔知前面嘛，耶稣咪在前面，是哦。哦，耶稣可能在前面，啊。但是耶稣就是问伊，开始讲，你问我做乜嘢？然后一，这个前面哦，哇，一加温啊，一叫一个神迹，主啊，你看到，哇，神迹！上帝耶稣问啦，伊，你前面就好嘢，然后你跟对耶稣。啊，所以兄弟姊妹，咱来到主面头前啊，更加要大大声叫主啊！上帝要在你生命内面，哦，要甲你讲吼，要为汝，汝为我，为汝做啥？哦，所以唔通讲个呀，不要紧啊，我来每声了。哦，主要来用我，唔知汝要干哪叫？那主啊，我是个，我给你挂掉，我是有汝给我，我是汝为我来服侍汝嘛，主让我知呀。啊！我求一个事吼，啊咧，啊，予我大大声咁样来念，然后来服侍，来传福音，啊，来建立咩厝？哦，刚刚去求，哦，所以上帝一加到啦，咱后边要来解补助证，来解补助证，摊到伊运费，伊要随时帮助咱，让咱手徛起来，个手徛起来，哦，所以咱后边敬咧上帝运费吼。上帝就是咱患难中随时的恩惠吼，随时的施恩者吼，所以来到主的面前，上帝佫是到来充满了啦。哦，等咱经历上帝恩惠了之后，咱个人有生命改变，有信心起来。啊，有一个太太吼，伊开始看病，哎呀，唔知咩事。有一日去到门诊室，原来伊有免疫力啊，个 antibody。出了问题，抵抗力有问题，所以伊看病，然后人改传福音，传去教会，伊翁对，但是伊翁咧，是一个只内向的人，唔敢见人，甚至唔敢来到大人的聚会，比你组织学校咧，哦，隆重的见哪个了，然后伊翁咧就苦苦在一边听组织学老师讲故事啊，讲故事。啊，做介一个主日学老师咁头痛，哎，我到时你甲我到底你甲囡仔讲，还是甲大人讲？哦，伊讲是去一日的哦，伊去几啊个月面对主日学唔敢出来。了有一日，伊这个太太伊大大人去看病，我是去看病，未好，我是去了问者，原来我是上班，伊抵抗力出了问题，免疫力有问题，哎呀，惨了，
家暴特别低，我讲唔低。哦，牧师传了样信主，哦，传了几多哦，然后病看到医疗，病看到医疗都识做啦，对不对？哦，耶稣你讲医疗了，你会被送死的嘛？是哦，哦，然后我话要回家靠信主哦，然后牧师要解释你，个人你卖可以为你打波啦。你相信耶稣替你罪死，然后替你罪复活，话叫这个大波人无多个声讲，我相信，我多个声一讲我都全惊，我都相信相信，那人家都投死啊！哦，这个大波人是真啊内向的，唔敢其人是真啊自自卑无信心，面对主主先唔敢出来，但是经历个上帝恩惠，就是归人改变，我相信。哦，我要相信，伊是真系神去救我，归人活起来呀！哦，所以啊，弟兄们，上帝要大大充满咱，哦，要让咱谈到伊恩惠，哦，搁是到认真做起来，搁到充满信心、充满盼望，何来活落去，为了人改变。哦，所以啊，弟兄们，都谂你，哦，咱上帝是要开路给咱。哦，好啦啦，团队分配，好啦，到你困难中点声有啊有随时的帮助，好啦，到你困难中点声有上帝分配在咱身上，哦，咱听到会过咱国家好，阿妹，阿你边啊，到你话我好，OK， 咱咪咪听起来嘛。